照身价集结大咖，蔡康永为他唱到嗨翻跳舞呆双小飞田放闪。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身家高达374亿美元，约1.15兆台币。他在杭州开设 HAD 平头哥酒吧，昨正式开张，许多大咖明星都前往祝贺。呆死与汪小菲对唱《心肝宝贝》放闪，就连主持人蔡康永都难得开金口飙歌自由，还随音乐手舞足蹈，放飞自我和台下观众互动。HAD 平头哥酒吧号称不以赚钱为目的，而是给被埋没的音乐人机会，给大家提供一个拥有好酒、好音乐、好朋友的地方。马云在开幕仪式还与某位女子合唱《广岛之恋》，汪涵、蔡康永、马东、高晓松、大汪夫妇都出席祝贺。S 上台搂着汪小菲唱《心肝宝贝》，听到老公深情演出，她在旁害羞偷笑，还躲到老公身后，之后又多次笑场，一度把头靠在对方肩上，夫妻互动甜蜜。也有网友看到影片，发现 S 又瘦了不少，已经恢复成怀孕生子前的标准，被赞仙气十足。